为我们拉开了热热闹闹的序幕。经过他们这一闹，大家伙这一年呀，肯定是红红火火，大吉大利。是，那开场舞都这么精彩了，接下来可得给观众们来点干货。哎，体姐，说起这干货，什么能比中华民族传统戏曲更有内涵？是，那是国粹，国之精粹嘛。我呀，最喜欢戏曲了，尤其是那种唱得快快的，像进行曲一样的。你看，说着说着你就外行了，这叫流水板。哦，对对对，流水板。那接下来啊，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可就有耳福了。我们来自丝巾的中外演员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段以流水板为主调的传统戏曲联唱《行云流水》。哦，还有外国朋友参加到这个节目当中来，那我可真要洗耳恭听了。有请。